早了，你怎么还在浇菜？我想吃冰淇淋了，你给我做。天气这么凉了，吃什么冰淇淋呢？我不管，我就要吃。你不给我做，我把你缸给砸了。好小子，老子今天让你吃个够。咋了？你这又是水果又是南瓜的，做出来能好吃吗？你那冰淇淋不好吃，姥姥给你做个水果冰淇淋。那我看看你做的好不好吃。姥姥，你这水果怎么都掏空了？待会里面放冰淇淋呢。冰淇淋还能放这里啊？姥姥，冰淇淋是鸡蛋做的呀。才知道啊。小外甥，把姥姥再拿到冰箱炖两个小时，别偷吃哦。放心吧，我怎么可能偷吃吧？哇，姥姥，这么多水果冰淇淋啊，快来尝尝。好，嗯，这真好吃，就是有点冰。水果冰淇淋味道不错吧？嗯。